大家好，我是奈，今天要来讲羽绒外套的袖子怎么改短。我在袖子画上改短的记号，拿出尺对好记号的位置，画上缝缝的直线，并剪下不要的布。现在看到有三层布，表布、鹅毛布、里布，将里布往内折进去。拿夹子夹住表布以及鹅毛布。在里布的侧边拆一个小洞，手伸进去，抓住里布以及用夹子夹住的表布、鹅毛布，并拉出来。打开夹子，先固定住表布，先鹅毛布，在 0.2 公分的地方扯压线固定。接着要接合袖口，表布的正面对齐里布的正面。照预留的缝缝车起来。抓好袖子，再拉回去。
袖口 0.2 地方压线。里部的小洞也在 0.2 地方压线固定。